鸢飞风暖，万物更新，何许微风？五一假期第一天，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北京植物园，感受芳菲五月，陌上花开。早上9点，在北京植物园内，晴朗天空映衬着各色鲜花，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来踏春，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。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如今已经是暮春时节，牡丹却以其艳丽的姿态向世人尽情地展示着它的雍容华贵。因其花形硕大，花姿端丽，成为了人们心中幸福、美好、繁荣、昌盛的象征。五一劳动节是我们劳动者的节日呀，劳动最光荣，所以看完花以后很有感触。这个园里的园艺师们非常不简单，给我们培育了这么好的牡丹花。在植物园的文创店内，您可以买到这里独有的桃花、爆米花盲盒，以及各色具有植物特色的文创产品。这样，不仅这抹春色您可以留到照片中，也可以带回到家中。此外，为保障五一假期游客安全游览，北京市属公园实施入园安检，共成立11处客流管控工作指挥部、32个分指挥部，划分91个巡查网格，安排约3000人次职工和1200人次公共文明引导员，加强文明游览引导。在五一期间呢，咱们还是按照这个疫情常态化的管控进行管理，大家尽量不要聚集，不要扎堆儿。在室内区域和人员密集的区域呢，咱们合理的佩戴口罩。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有效实施，无论是出门玩的游客，还是盛开的花朵，都赋予了这个春天生命的鲜活。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，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。当我走出家门，看到大家脸上的笑容，这就胜过了春风十里。三十二卫视记者于迪、李红锦、丁大为，北京报道。